25单元，吞伐夏，国号商，六百载，至纣王，周武王，始诛纣，八百载，最长久。商朝讨伐夏桀，灭了夏朝后，建立起新的朝代，国号为商。商朝传了600多年，到了纣王的时候，由于纣王荒淫无道，周武王举兵伐纣，建立了周朝。周朝传了800多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长久的朝代。下面就是这段历史故事的记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，性情醇厚仁爱。周武王继位后，周公便辅佐武王讨伐暴君商纣，执掌政事。在周武王举兵消灭殷商的第二年，天下尚未安定，武王却不幸生病了。哎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要祭告先祖？可这不足以感动我们的先王啊。于是周公作策文，设祭坛，祭告于神，表示愿以身替死，然后将策文藏入金匮中，叮咛保管的人保密。第二天，武王就康复了。而后武王驾崩，由于成王年幼，周公便暂时掌管国事。不久，却听到有人散布周公将要对成王不利的谣言。哎，武王太早离开我们了，成王又如此年幼，我之所以不加回避而代理国政，就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氏啊。为了完成周朝大业，我不得不这样做呀。于是周公不顾流言，继续尽心尽力地辅佐成王，并让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前往鲁地受封。伯禽临行前，周公告诫他说：伯禽呐，我生怕怠慢而失去天下英才，曾经在洗头时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，吃饭时也数次吐出口中食物，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人。你到鲁国去，千万不能因为身为一国之主而傲慢待人呐。是的，爹，我一定会记住您的教导。当初成王年幼时曾患重病，周公写祝祷策文藏入蒙府，并剪下指甲置于黄河，以祝告河神说：成王年幼尚未懂事，冒犯神命的是我姬旦，如果要惩罚的话，就惩罚我吧。不久，成王病情好转了。周公在代理治国时，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，也奠定了周王朝强盛的基础。到成王成年的时候，周公把政权交还给成王，但，哎，成王听了别人的谗言，对我很不谅解，我还是到楚地去吧。有一天，成王打开蒙府，看到周公祝祷的策文，恍然大悟，感动得哭泣起来，马上请周公返回京城。周公回京城后，唯恐成王年轻气盛，骄奢淫逸，于是撰写无义、多事和立政等文，告诫成王要遵循祭典，顺从天道，施行德政，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。